Hello， 大家好，有看过我上一集节目的呢，请在底下留言，想一下再说。我们会抽出十位好朋友，送他精美的小礼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带大家呢来拜访土树三鹰，很有分量的一位重量级人物。走，大家跟我一起来。听说他最近有很大的变化，我们一起来看看他最近变什么样子呢？嗨，一言好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哎，我是林俊杰。哎，各位好朋友，大家好。哎，一言，你变了好多，天哪，怎么会变这样子？哇，都没什么吃啊，就瘦了啦。哎呀，对，前几天完了，你要瘦很多哈。哎，因为这个三餐不济。吃的少，然后就瘦下来了。议员，请你想一下再说。我觉得不是哦，你一定有什么秘方，跟我们讲一下，跟我们分享一下有什么样的秘方好吗？这个叫做我们的这一个运动的这一个手表，每天走路，不断的走路，哎，让自己瘦下来。是是是，不过我听说还是有一个秘方，你一定还没有讲出来。我们来看看议员以前的照片好吗？各位观众，这根本判若两人。这个哈，现在绝对不是同一个人了。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怎么会这样子啊？这个哈，男人肚子大哈叫做风险，女人肚子大叫做希望啊，不一样啊。这个哈，内脏脂肪过高啊，血脂肪过高，胆固醇过高，三个三甘油脂都会过高。哎呀，还有这一张啊，我讲就是说，这是侧面，还有一张是正面的。哎呀，不要笑太大声啊！有时候午夜梦回看到，哎呦，自己哈会吓到自己啊。接下来我们来真心话大考验一下，请想一下再说哦。好，议员，那先前把手放上来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老师。这个如果没有说实话的话，会被电得很惨。哎呦，电到了。哎，就等了，金价就等了哟。来哦，讲老实。哎，要说实话。议员，请告诉我们大家，您在最重的时候是几公斤呢？差两公斤就破百。我讲真的呢，你这怎么那么坏？98，所以你要讲98嘛。议员，除了不吃水果节食之外，你一定还有什么 paper 没有告诉大家的？哦，我有偷偷去看中医。真的吗？我们来看看哦。哎，真的。议员，听说被市长嘲笑了。听说你对他的肉颇有意见。哟，林俊杰以前是雄壮威武啊，看起来很勇猛。还有做哪些特别的方式来帮助你减重呢？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？其实也没有特别的一个减重啊，只是说有一次跟市长在吃饭，他就是说他曾经当过巡视警察，如果说太胖就跑不动啊，那市长就说金姐。你要去适当的一个减重，让自己更加健康。对，尤其市长要是个小短腿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来看看议员目前经过十几天的减重计划呢，到底减了多少公斤？看议员这十几天到底减了多少公斤呢？回答什么样的问题，我们会送这个赠品呢？猜猜我现在的体重是多少？哦，这个猜对了，我们就送你一个精美的这一个茶具组，这个可以装水，可以装茶，可以装油。但是你要猜中啊！我减了多少？你看看我现在是几公斤？等，赶快哦，各位观众，赶快在底下留言哦！有没有很神奇、很厉害呢？各位请记得要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开启小铃铛哦！谢谢，拜拜。